遇见哥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要去上海看展的。啊，今天啊？是啊。那你也是 C4591吗？对啊，太巧了，还真是一般。走啊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遇见玉先生吗？哎，我是。我是潇江派出所的。我们正在立案调查一起诈骗案。你母亲张小琴女士在我们这里配合调查的时候，突然晕过去了。晕倒了？你知道你母亲参与 P2P 集资吧？现在上这种当的一般都是老年人。这名犯罪嫌疑人之前是一家正规投资平台的员工，离职以后在乐山弄了一个假的分支机构，他还租了一间写字楼当作办公室。你母亲也被带去参观过，所以他就清醒了，也让小姐妹们都投了钱。警察同志，我妈她到底被骗了多少钱啊？40万，包括她小姐妹的。这么多？因为你妈是被别人拉来报案的，我们还一度怀疑她有可能在无意中发挥了组织线下集资的作用。不是，她当时一听就吓晕过去了，但是经过我们对她的询问还有对比她小姐妹的说法，现在已经基本排除她的嫌疑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。警察同志，那这笔钱还能不能追回来了？这名犯罪嫌疑人经常在江浙一带流窜，我们还在抓捕中。可以冻结的账户，我们经侦的同事也去办了，但是到最后到底能追回来多少，我们也没法保证。你的意思是就追不回来了？有这种可能性。你也别太沮丧，我们会努力帮你们追回来的。遇见哥跟你说了吧，他临时有急事回了乐山，我刚好来上海出差，替他跑趟腿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你对你男朋友送来的蛋糕不是很感兴趣？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。我听说的夏果可是热情待人、懂事又识大体的女孩。那也得看对谁，不是吗？你知道遇见哥在帮我设计花店吗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、非常有趣又体贴的人。遇见哥跟我说了，他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来上海陪你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遇见哥上个星期就跟我说了，他今天会来给你过生日，只是不巧遇到了一些特殊状况。你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好心好意的替遇见哥来送这个蛋糕，你却要给我脸色看，这我就不能理解了。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一口一个遇见哥的？
原来你是因为这个生气啊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我从认识他起就这样叫了，习惯了。他的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远在上海不能第一时间替他分忧，是不是有种无力感？温小姐，这就不劳您揣测了，他真的很惦记你。而你呢，对他的蛋糕无动于衷，对送蛋糕的信是冷言冷语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觉得过分你可以走人啊，还进来干嘛？我话还没说完。缘分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不会放弃遇见哥，那么只能放弃上海，你觉得呢？可惜你不是我，我既不会放弃上海，也不会放弃遇见。我很了解他，我和他是一样的人，我们有着一样的信念。还有，我和他有着20多年的感情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掺和一脚的。你的迷之自信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不懂也很正常。当然，爱情是需要靠争取的，如果你觉得你够格的话，你试试。这就不用你来教我了，反正或进或退我都游刃有余。而你不一样了，你没有自由。谢谢，告辞。还有一句话，不管你爱不爱听，夏果，你当初选择离开乐山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会分手吗？妈，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多少吃点啊，你把身体饿坏了。行了，别再哭了啊。不就是30万吗？没就没了呗。再说了，你哭又哭不回来了。你现在应该高兴。没有被抓进去，万幸。妈，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积蓄啊？不到1万。这样，妈，我手上呢还有一点，咱们先还给李阿姨他们一部分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凭什么呀？那是好几万呢！他们当初亲口答应我说，自己吃到风险呢。妈，他们把钱交到你的手上，被骗了，那只能咱们家来填这个窟窿。现在咱们只能希望警察能赶紧抓到诈骗犯，还能追回来部分损失。不行啊，珍妮。我有言在先，你那个钱可不能动，那是留着给你结婚的。爸，果果现在人都在上海，一时半会儿我们还结不了婚，先紧着眼前的事儿吧。果果在上海是不是挣了一些钱呢？要不然咱们跟果果成婚了。你不嫌丢人呢？玉国华，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？
我们把他养得这么大的，长大之后于姐也没少给他花钱，关键时刻支援一下怎么了？什么关键时刻呀？建建，你别听你妈的，你妈脑子现在已经坏了。对了对了，要不我去找王艳开个口？那个郑什么强，十万八万的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平时跟人家把关系闹得那么僵，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好意思开这个口吗？那不终归是亲家吗？早晚都是一家人的。行了，妈。吃了，谢谢。我妈瞒着我们全家拿所有的积蓄去弄 P2P， 结果骗子卷钱跑了，所以今天就没能去给你过生日。对不起啊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不怪你。那我怎么看你好像还在生气啊？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，来给我送蛋糕的那个温雅是谁？你去上海之前，咱不都见过吗？我现在忙的这个花店的项目也是他的呀。你不是说那是汤一鸣的项目吗？是一鸣的项目啊，他找到了一鸣，一鸣找到了我。玉剑，你不要偷换概念行不行？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你是在替他打工。我们打了那么多次电话，视频了那么多次，你都不敢告诉我，你现在的那个工地就是他的店。我这边有什么事情，我都是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公司的种种，薛总难解，你呢？你提都不跟我提这两个字，为什么？这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，因为你在微信里说他是你的朋友，因为他嘴里的遇见哥叫得那么顺，因为他说我不应该留在上海，而他对你或近或远游刃有余。什么意思？他是在宣示主权吗？果果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我不想吵架。我也累了。蛋糕我收到了，谢谢。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在屋里躺着呢。爸，钱的事儿我会想办法。我兼职做了个项目，能提前拿到钱。这事儿不着急，我倒是觉得呀，现在当务之急呀，你是应该去趟上海去见见果果。他生日都过了。下次有空再说吧。有空再说。什么叫有空啊？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啊？哪件事重要啊？你看啊，你们俩隔得那么远，你就要经常去看看他。建建，爸爸今天想告诉你一句话。人呐，要是老不见面，
就会成陌生人的。没有，我跟果果也经常视频啊，电话呀，都有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样吧，爸爸今天给你做个约定，以后啊，我管好我的老婆，你管好你的。喝什么？随意。没有。你第一次来吧？你对第一次来的客人都这么没有礼貌吗？不是我没礼貌啊，您点的随意真没有。如果要点酒，看一下点酒单，不要让我难做。酒单。这样啊，你刚不是要点随意吗？你随便说一个数字，我在点酒单上按照序号给你做，怎么样？九。稍等。怎么，有兴致了？我什么时候没有兴致？进来的时候，坐下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，点酒的时候。你会读心术吗？你的表情还用着读啊？哎，你对客人都这么尖锐啊？不一定，看心情。你几岁啊？86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杯酒叫什么名字了吧？故乡。
爸爸今天想告诉你一句话，人呐，要是老不见面，就会成陌生人的。乐山有乐山大佛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是你接的电话。对，谢谢。哎。谢谢，薛总。哎，还能认得我？你也来喝酒啊？你如果不能喝酒的话，就应该少喝一点。我男朋友放我鸽子了，我今天生日，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生日快乐！小艾，你快给薛总来一杯那个故乡。你让他也尝一下故乡的味道，故乡很好喝的，我跟你讲。买单，谢谢。薛总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你酒醒了。昨天晚上是你送我回来的？是刚刚。哎呦，怎么断片了呀？我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去喝酒的？你醒了，我就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那个。酒钱是你帮我付的吧？多少钱？我微信中心。谁的电话？谁啊？我觉得这个电话你应该不想接。如果他真的关心你的话，现在站在这儿的就应该是他。不是，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你又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而且他在不在意我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出现了吗？今天？没出现，你们两个人肯定有事儿。你一个人又跑出去喝酒，能是好事吗？跟你没关系。我有病，我就不应该关心你。你一个女孩子大晚上跑出去喝酒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想过吗？
每次都搞突然袭击，有意思吗？这几天打你的电话也打不通，我有话要对你说吗？你不是说你累了吗？我让你休息一下。这么记仇啊？煎鱼呢？哎呀，果果，你别生气啊！你生一边坐着去，一会儿油烟溅你身上去了。坐着去啊！喂，薛总。啊，我在家呢。行，我一会儿改一下，给您发过去。哦，我吃过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还没忙完呢？我在工作呢，别催我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怎么还这么忙？你当这是乐山啊？打工人哪来的周末？你饿了，你先吃吧。喂，爸。啊，我们马上吃饭了。妈怎么样？行，那就好。放心吧，你们吃完饭之后赶紧休息，啊。手机怎么又换回旧的了？啊，昨天不小心掉到地上摔了一下，屏幕碎了，修一下就换回来。果果，要不咱们先吃饭吧，我正好有些话要跟你讲。不行，薛总催得紧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听着呢。你不是想知道温雅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想听。可我一定要说，我是专程过来跟你解释的。我们是在机场碰到的，他正好要来上海看一个展，当时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，他见我着急说可以把蛋糕带给你，我就没多想，我就答应了。所以你现在是觉得自己很委屈是吗？东西我看了，还有一些想法想当面聊，在你家门口的酒吧如何？果果，我跟你解释了很多遍了，我们就是工作关系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工作关系？工作关系？你和他在快递站头挨着头这么亲密吗？你怎么知道快递站？你不想我知道是吗？你就是心虚，你根本不敢在我面前提这两个字。温雅她就是我的客户，仅此而已。我不提她是因为客户是谁不重要，没有必要特别介绍。我难道要把我的每个客户都介绍给你吗？那天我正好要去她的花店实地勘察，正好要给你寄东西，才顺便去了趟快递站。他知道你在上海，给我看了一下他以前在上海拍过的照片，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不信任我呢？我怎么信任你？我满怀欣喜的在上海等你过来给我过生日，我等到了什么？还有，要说不信任，那也是你造成的。遇见你为了家人留在乐山，牺牲掉的是我还有我们的幸福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怎么又开始翻旧账了呢？你要想翻旧账是吧？行，我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关心我妈一句，我妈到底情况怎么样，这事儿该怎么解决？夏果，我们家人现在在你眼里已经变得这么不重要了吗？我没关心过，我没问过吗？上海的医院是谁找的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无情的人是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的确是两个人不在一起造成的，但是你天天在上海忙得累死要活的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，除了多买几件衣服多买几双鞋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跟你真的无话可说了，你就是这么理解我在上海工作的意义的。行，
来吧，回到乐山，我们一起找回我们以前的那些快乐，不好吗？我真的扛不住了，我真的需要你在我身边。你需要的是我吗？你根本不需要我，你只是需要一个人在你身边而已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人怎么可能不是你？我看是你已经不需要我了吧？你就直接说吧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分手还是想干嘛？你就直接讲。玉姐，你疯了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今天我压根就不该来。不该来，你走啊！追上去你就后悔。不行，我是真的不行，你别等我来不及了。你已经看见了，你快乐吗？问问你自己，快乐吗？我一天天快乐不起来，我快乐不起来。我现在送你第二句话，先提分手。先提分手的那个人会没有那么疼。可是我现在就很痛，我现在的心就好痛啊！缓一缓。遇见哥，你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是阿姨让我来的。你从上海回来啊，就一句话都不说，可把叔叔阿姨给吓坏了。哎呀，还好不烧了。爸妈呢？阿姨带叔叔去小花园下棋了。放心，阿姨让保安背叔叔下去的，我也不会做，你别挑剔哦。来，趁热尝尝。你怎么那么匆忙就回来了？你女朋友还在生你的气啊？没有。他忙，你可就别骗我了。他对我还是有些误会的，
没拿我当话题为难你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其实我这次来是要给你送一样东西的，我觉得你现在很需要它。好了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再睡会儿，回头见。等一下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这是你应得的，就当提前给你的设计费了。哎，可这也太多了。这个只是一半，还有一半开工后一个月转到你的账上。遇见哥，你在我心目中可不是普通的设计师，你的价值也不是用金钱衡量的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爱情没了可以再找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唯一不能放弃的是你自己。你这么帮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你放心，你的花店我一定给你做好。很感谢你。我对你好，不光是因为项目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我觉得你不会完全感觉不到，只是之前因为有下过，让你对别的一切都屏蔽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考虑我。文雅，其实我遇见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，但是没关系，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天天陪着你了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的。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们会一起努力的。遇见哥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聊。嗯，明天见。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我相信你。有什么话要说？你都看见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就是你所说的工作关系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你让我回乐山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见。分手吧。这句话你憋很久了吧？我只是说出了你想说的话。当初你离开乐山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。行啊，你话都说得一模一样，他是不是特别温柔，特别体贴，特别善解人意？你最需要陪在你身边的人是他吧，可以第一时间替你分忧。那你昨天为什么还要跑到上海去跟我演戏？
你把我当猴耍吗？我真是太傻了，我真的差点就信了，差点就信了你的用心，信了你的努力。你愿意这么想就这么想吧。是，他不仅帮了我，还帮了我们全家。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为什么帮我的那个人是他不是你？而你呢？你又在做什么呢？大家都别演戏了，好聚好散吧。
凭什么？凭什么是他先说的分手？为什么我没有听你的先提分手？你说，这一切可以倒回去重来吗？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重来这回事。如果没有回乐山，是不是就不会这么难过？现在我送你第三句话。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当脆弱被另一个人看到和拥抱时，我才真的失去了你。